结果佳佳画画画画了好久，突然间抬起头说：“就把破表的那一刻记录下来。”不会，这应该还好。再跟他讲过几场。那个级最近都已经算低了，先前破表。今年寒假其实比较惨，不是比较短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艾琳他场地上租金那么贵吗？嗯，要虽然很急很急很正面，我们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好。真的，哎，有没有按电梯怎么回事啊？谢谢，拜拜。制作那边处理一些状况，但是真的，一天这样下来真的很累。哎，滚下去了，来坐吧。今天上课开心吗？要不要吃菠萝？好，小心夹。干嘛？这么久？你干嘛？来来来，赶快回家。来来来，不要动了，很晚进去，很晚。请问回家第一件事要干嘛？妈妈妈妈。不是帮我抱抱，哎，联络簿要给我签的，赶快拿出来。埃及的守护，等一下，不要。你看看这个星星漂不漂亮啊？哇，表演准备要开始咯，不会笑秋秋脸了。陪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排五分钟哦，好不好？好辛苦。为什么妈妈那么累？因为爱。